候那么大，到底有多少雨呢？所以你以后想要当摄影师？对，办一个展览好了。办一个展览？都是你照片的展览。他们看起来虽然距离很远，但说不定下秒就会碰上。以后我练琴的时候，你就坐那里。那边就是你的专属座位哦。我要去德国念书了。要去德国？出国以后，我们距离会越来越遥远。可是这是你的梦想。